香港人能屈能伸，人均居住面积越住越细，细成点呢？呢个最高十个人喺度住，呢个仓咧就瞓两公婆嘅。暂时嚟讲，嚟我头顶都仲有一粒，即系嗱，我当如果瞓喺度咁样，都瞓得持久啦，舒服。而家係社會有個畸形嘅現象，就係發展商去做啲納米樓出嚟，令到個樓價去高企，高企啲人咧就越住越擠迫，越住越擠迫。住無可住，水管可以係瓦遮頭，貨櫃都成為小蝸居。咁其實香港好早以前都已經貨櫃住人㗎啦，咁以前都係冇太注意防火啊、防水啊，總之個客中意點做，我哋咪跟住點做咯。新盘奇迹，一入门口就是床，这个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安乐窝呢？它做出来的盘已经是同一个车位的大小差不多了，在世界上都应该是绝无仅有，都没办法的了，户主都这么正面，我们做设计的当然要保持专业了。我係住呢度，即係由細細個幾歲大開始住到而家，兩房一廳咯，係連天台。阿榮係長洲人，父母早年喺呢一度買咗個350呎嘅單位連天台，睇到成個長洲嘅景色。佢中意上嚟吹下海風，或者同朋友喺度開翻幾台打麻雀。佢以前係漁民，亦都喺島上嘅雜貨鋪打過工。3年前想揾多啲钱，就出咗市区度打工。佢喺市区嘅鱼档揾到一份全职，工时长，佢就索性喺附近长租咗个地方嚟住，方便每日翻工同埋休息。翻落几冇收7:30，翻到屋企都系7:08-9度，惯咗啦已经。这个钟数收工回到家，阿榮通常都要同室友排队等用厨房煮饭，他有时宁愿买外卖食，争取多些时间休息。阿榮在这里住了1年多，只是有大约30呎的太空舱是他的私人空间，厨房和厕所就要同其他室友共用。他说在市区翻工，就有心理准备要住小一点。他每日做足13个钟，一个月有20000多元人工，比2000多元租这里，志在夜晚有个地方休息唞下，亦都贪他不用签租约，不租的话一个月通知就可以。这个就是一月、二月、三月。一千蚊我嗰日包水电啊、WiFi 嗰啲，洗衣机啊，差唔多包晒。大半年前，有个室友中咗新冠肺炎，阿荣同其他室友喺隔离营检疫14日之后，又再翻嚟住。佢话住惯咗呢一度，冇谂住搬。就算你搬第二度可能就会再爆发。即系同埋喺度住咗咁耐咧，即系点啊？有种归属感咯，即系食饭就排队食咯，冇办法。一齊食嘅，喂你喂吸兩聲，人哋都驚咗你啦，係咪先？室友大多係男性，有一啲呢幾個月冇錢交租搬走咗，有啲就冇公開，翻咗鄉下投靠親戚，而家得翻阿榮同埋另外一户。之前喺度住嗰個阿姨咧，就做裝修嘅，仲有呢個之前就係做嗰啲咩清潔嘅，咁冇人住咪擺住先咯，冬天衫就擺喺上邊咯，夏天衫就喺曬入邊咯。即係掛曬度咯。咁冷氣咧？咪呢度抽啲冷氣嚟咯。係啊，乾曬涼㗎啦呢度。如果夏天，如果只係計太空艙入面嘅空間，呢一度可能比懲教署監獄囚犯艙嘅人均標準空間49.5平方尺仲要細。不過阿榮覺得呢一度嘅私隱度夠高，比起出面一啲籠屋或者牀位相對企理，一個艙位已經可以係佢嘅小天地。
暫時嚟講，嚟我頭頂都仲有一粒，都可以嘅，唔係大動作都唔會頂頭嘅。雖然呢度係冇電視，只貓我睇下手機咯。有陣時咪晾喺度咁睇咯，即係咁樣打得睇睇啲嘢，好嗎？咁樣睇咯，係咁喎。舒唔舒服啦？舒服，睇到眼瞓咪瞓覺咯。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衣櫃啦。咁呢度仲有個火警嘅系統啦。雖然佢係一個牀，但係佢有一個房間嘅功能。黃偉麟九年前投資生產太空艙，產品至今賣到全球多個國家同埋地區。佢話外國人多數買嚟經營膠囊酒店，香港呢幾年就多咗業主買嚟租俾人長住。無論係乜嘢用途。黄伟伦制造呢一类太空舱嘅时候，都会加入隔热、通风等嘅功能，亦都经常提醒业主要喺单位入面预留一定嘅活动空间。最初嘅目的冇想象到系个用途咁广泛嘅，希望呢个产品如果有一日咧真系做到咁嘅时候，好多人居住咧，可能我哋有几多嘅面积系政府受规管。我哋要俾人哋有個正常嘅生活區嘅，咁可能廚房區有幾大，toilet 有幾大，比例係幾多，點樣設計，全部係有規範。佢留意到坊間部分業主會用盡單位入面嘅空間擺滿太空艙，只求住到最多人。就連地產商近年都起多咗納米樓，令到香港人越住越細，生活起居幾乎都喺同牀位差唔多大細嘅範圍入面進行。現在是社會有個畸形的現象，包括現在有些發展商說皇上都是睡一張床，人們就越住越擠迫，越住越擠迫，壓迫到沒位走，先要向基層一路向下走，向下走。今年年初，國際調查機構的一項研究顯示，疫症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令到大量沒辦法遙距工作的工人失業或者收入減少，但是个别地区的楼价仍然录得升幅，将会加剧现有的贫富悬殊。在同一份研究入面，香港亦都连续11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地区。一个家庭要不饮不食20.7年才能够供满一个单位。我没想过疫情的出现反而楼价是真的没什么跌过。大家而家都仲系30歲，有冇谂过买楼啊？认真。28歲嘅 Roy 初中去咗外国读书，2015年硕士毕业回流香港。当时佢同旧同学见面，发现香港嘅楼价已经升到脱离一般人嘅负担能力。佢同呢一班朋友投身社会工作6-7年，大家都好努力储钱，希望买到楼。佢冇谂过，大家至今仍然都系冇学蜗牛。就算負擔到買納米樓，他哋覺得呢啲只是精裝套房。根本你地產商越間越細，越賺越多，即係冇考慮過其實一個人即係個生活 quality 係即係個住屋個需求其實係點樣咯。我落地唔夠兩步，我就已經係廚房，行多一步去到廁所咁樣樣。你同我講呢個係一間屋嘅話，我會叫佢其實可能係一間房咯。我第一個感覺當然就是都驚訝啦。譬如呢一個喺港島區的一個樓盤啊，其實佢個實際面積咧係164呎，係同一個車位的大細差不多啦。當年同朋友聚舊，啟發經濟系畢業的 Roy 創業開咗呢一間室內設計公司，為小業主設計裝修蝸居。呢幾年佢公司40%的生意都是設計納米樓。而且實用面積越嚟越細，有一啲積仲好特別，即係已經完不積噶啦。佢個廚房仲要打橫，得翻呢一個位去入光，咁行入嚟已經唔舒服啦。設計得唔好咧，好容易咧，好似個走廊咁。咁呢個單位咧又係好 challenging， 佢根本係冇睡房位置。話就話120呎嘅實用空間啦。如果我電視擺呢個位，又冇理由遮住個露台。咁我電視擺呢度，直情遮住個窗啦。咁呢一度就已經係廚房啦。咁究竟喺一個冇間隔情況底下，要點樣安排啲位置呢？最近佢同同事忙住設計另一個納米單位，可以設計嘅空間本身已經有限，
業主收樓的時候，仲發現樓底冇想象中高，亦都有一啲橫梁。而家我哋重新考慮緊一個方案咧，點樣可以符合到客人嘅需求，但又有夠氣派，又唔想搞到好似真係好似一個細小嘅屋企。好常見嘅南米樓有呢一啲虛位陣位。Roy 計劃將橫梁嘅位置改為收納空間。呢一類實用面積唔夠200尺嘅單位，只係比標準面積135尺嘅私家車車位大少少。Roy 話：家私嘅尺寸同埋擺放位置都要度得好精準，先至唔會浪費每一寸珍貴嘅空間。多咗40mm，梗係對於佢嚟講好嚴重啦，好過眼噶，起碼擺到可能兩三件褸先啦。正常家私係好難擺嘅，所以變相我哋好多客人都會揾我哋做一啲訂造家私啦。我哋出去 source 嘅時候，亦都要譬如揾一啲有冇啲特細尺寸啦。好多人都未見過，喂，原來咁細張都叫 sofa。咁但係近排咧，啲牌子都開始因應呢啲蝸居嘅出現咧，而推出啲細尺碼啲嘅 sofa 台咧。咁咧呢一張好得意嘅，佢一縮咧可以縮到咧係得翻一格咁闊嘅。为迷你户做设计，唔单止买家私要左度右度 ，Roy 话连拣乜嘢物料装修都要谂下点样令到个单位睇起嚟大一啲。我就喺度睇紧究竟喺有光嘅情况底下打落嚟呢只木嘅材质，究竟佢嘅反光面望落咧，会唔会有效咁样增加到个屋企嘅空间感？居住面积同车位差唔多，做好装修设计系咪就有家嘅感觉呢？下一節再睇。呢間咧就係一個200尺嘅，咁由貨櫃改裝，咁裏邊咧個間隔設計咧就做到係好似一間住屋咁，因為其實貨櫃本身嗰個承重已經好足夠嘅。Ivan 的公司原本帮人订做货柜箱，几年前多了人找他改装成货柜屋来自住或者出租。他在白乡的写字楼和员工休息室都是货柜屋。一个标准货柜有160平方尺，几个拼埋就可以组成连厨厕的两至三房单位。因为成本较改装劏房便宜，租金也都较低。就算要住在货柜箱， Ivan 说不少基层都不介意租住。里面只是塞一些叫做隔热板，完全没有防火啊，那些什么要求都没有。不过这些货柜的物料和配备在法例上并没有规管，在私人农地违法放置这些旧租物作住宅用途，亦都会被政府部门要求清拆。他們買放在哪裡，有時候我們不會知道的。總之他們給了一個 design 我，那我們就跟著他的 design 去做咯。那究竟是住人還是什麼用途，我們管不到的嘛。但都會提醒一些客人用一些合適的材料。我們本身都希望做一些合法的預製房屋，所以我們這兩年呢就會嘗試跟很多慈善機構溝通，用一些什麼形式去改得好少少啦，令到佢哋更加住得舒服啲啊！政府喺2017年提出以破格思维协助民间兴建预制货柜组合屋做过渡性房屋，并且喺同年年底发出组装合成建筑法嘅指引俾业界参考。Ivan 嘅公司呢几年正转型生产预制房屋。他不断和不同的非牟利机构研究怎样以更快更低的成本兴建组合屋给基层住。起码那个建筑费可以悭两成。哇，那就很多了。拿两成来做那个 service, social service 已经很好。用货柜去改装或者用货柜的概念去生产一个预制房屋，这个就容易去理解咯。但係依家時好多時候，其實依家啲預製房屋都唔係一定要用貨櫃物料啊。
预制组合屋同样将厂房生产的房屋组件运送到地盘，再好似砌积木咁装嵌成建筑物。组装好的单位有独立厨厕，而且隔热同埋防火，亦都比公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标准下限75平方尺更加大。整个床咪就咁收埋呢度咯，一人单位。如果打通咗个时间，呢张床就变咗双人床。咁呢度咪保留翻衣柜咯。咁如果你能够改善到佢哋嗰个活动空间，都系一个好事。依家呢啲社会房屋咧系啱啱开始发展，咁我哋其实都好中意咧，四围去望下。政府去年承诺会在3年内用不同的方法提供15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第一个以预制组件兴建的社会房屋，去年8月在深水埗落成，供应89个不同户型的单位。Ivan 说，这种建筑技术在全球各地已经发展成熟，甚至会用来起永久房屋，而在香港现在才刚刚起步。咁你依家望落外觀都有少少貨櫃嘅感覺，可以話貨櫃屋嘅進化版。依家係呢啲叫新型嘅房屋，就唔係以前傳統釘板落石屎嘅做法。因為香港嘅建築成本貴啊嘛，咁如果你用呢啲方法，咪可以減省到建築成本咯。起得快啲嘅時候，可能會令到個樓價平啲。而喺荃灣西一幅閒置嘅政府用地，就有本地建筑师和非牟利机构计划用大型水管等的物料兴建124个圆形和方形管道屋，明年就会面世。 Ivan 说，这些建筑概念和方法在香港可能比较新颖，不过对于一直承受着居住环境恶劣兼且租金昂贵的基层来说，至少是一个宜居的住屋形态。起碼好過啲基層市民住板間房。水管屋其實只不過係其中一種，外國有啲唔同形狀嘅屋都有做。因為時代會進步啊嘛，你唔同嘅建築方法，可能對個社會環境啊、居住環境都會好啲㗎。喂，陳生，打攪曬，打攪曬，你好，你好，你好。將呢一個背板褪翻上去。做室內設計嘅 Roy 呢一日為一個新入伙嘅迷你户最後執修。單位扣除露台，實用面積250尺，住5人，兩個户主和兩個小朋友睡一間房，工人姐姐就睡在閣樓。有本地研究組織早前建議政府用260尺為納米樓劃界，這個尺數以下的單位就被視為不適切居所。 Roy 就覺得應該以人均居住面積來計。納米樓的定義，其實譬如你400尺住7人，560尺 per head 的話，相對地這些是不是才應該叫做是蝸居呢？戶主陳生陳太以前住過劏房，現在只是夠錢買這個單位，他們都很知足。朋友都說怎麼住啊，這麼小，我們兩個身體都是上了車先。對於我們來說，我們都儲了很多錢才買到這間屋，所以都很俾心機這樣佈置的。家對於你們來說的條件是什麼？有家人咯，一個家不是說用面積去衡量的嘛，我們覺得開心和住得舒服那就可以了。有很多人都說，哇，住納米樓很慘啊，很不人道，而很多人的人生可能就只有一個這樣的物業，在於他們而言是一個他們很珍而重之的一個空間，變相他們就反而是想，啊，怎樣可以為我家規劃得好一點。好和不好都不是你跟我說的，是個戶主自己覺得開心的，跟一家人一起住300尺可以很開心，不開心的住很大屋你都可以永遠在一間房裡面。幫很多小業主的納米單位做過室內設計， Roy 說住得小都可以擁有一個家。雖然我們會怨，哇，為何判那麼誇張，但接受了之後，我相信就是用心去思考一個家怎樣才屬於自己理想的空間。只要是自己用心用力去打拼回來的，對於我來說，或者對於我想很多我的客人，已經是一個短中期的滿足的一個理想地方。
係我想租嘅。係，揾個租金大約係5000蚊到。住長洲嘅阿榮，三年前嚟到市區打工，住喺太空艙。最近佢儲夠錢，決定搬大一啲。我二樓，即係淨係行得三層。你張牀可以咁擺，跟住又可以咁擺。佢想揾一間套房，包家私電器，有獨立廁所同埋廚房，可以令佢有翻家嘅感覺。有自己嘅空間啊，即係起碼唔會話，哎，去到邊有人望住啊，同人揸台食飯嗰啲咯。十零廿尺地方，真係唔舒服啊，張牀嘅啫。咁呢個單位咧就有微波爐啦、抽油煙機啦、冰箱啦、電視啦。熱水爐啦，咁天台仲放咗洗衣機啊！呢個業主就好好人嘅，呢度上面啲水電費都係業主送嘅，全部送嘅，係啦。最後阿榮決定租呢一間套房，百幾尺嘅空間只係放到一張牀，但係塞牙何須大，呢一度都可以係阿榮嘅安樂窩。即係長洲係一個圈子，就係我跳出咗長洲個圈子之外，我喺出出邊，所以再更加揾翻個圈子咯。你住到邊度都有阿姐頭嘅，即係好簡單，你係想揾個地方環境再更加舒服啲嘅啫。頂心機翻份工揾多啲錢咧，咁啊住間好啲大啲咯。